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今天我们要看以西结书的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真假先知。属灵的领导一定会随从上帝，然后把上帝的话语传出；但是俗世的领导呢，他们会随其意，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 然后与别人来分享。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其实对于西杰来说，我们可能并不陌生，因为以西杰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先知，然后他用很创意性的方式把神的话语传开。首先，我们来看真先知带来时代的信息。以西杰上帝的话临到他。 要把神的话语传开，在第三章的时候，上帝命令他这个要哑口无言，但是当上帝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必须要发出神的信息。十二章，这位真先知把神的话语用象征性的行动，再次把里面的信息表明出来。以前的一些行动。 提起一些审判的信息，那现在在第十二章同样也指出一些审判的话语。他以难民的身份提出这个即将要被掳的一些情况，他也以惧怕金黄金黄的这方面的预告将来。先首先我们来看以难民的身份来把信息传开。 所以，张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上帝的话临到他说：“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其实，老早上帝在呼召他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不听。他们通过不听，或听或不听。要知道，他们当中有一位贤侄。他们听或不听，你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说的。但是，当我们仔细来看这十二章的时候， 他们特特真经特别提起，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眼睛却看不见，因为在十二章，当他以象征性的动作把神的话语传开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吩咐他要在他眼前，他们的眼前，就是让他们看得到，看得清清楚楚，让他们可以好奇的来问这个信息。 那这个在他的眼前，在圣经里面，就是在这段话语里面出现六次。其实这边当我们比较的话呢，里面其实就是以细节，就是要用象征性的动作把神的话语传开。各位观众，以细节是一个很创意的先知，他也愿意顺从神的话语，所以当他这个听到这样。 这个他也就这样象征性的把这些动作表明出来。那上帝特别吩咐他要预备他的行李，要离开自己的家。啊，第三节、第四节特别告诉他要预备一些实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那他就是在白日要做出这些事。啊，简单来说。 上帝也继续的吩咐说，在晚上的时候，所以这个象征性的动作有早上有晚上。那他家里已经成为众人所关注的地方。你还记得在第四章的时候，上帝曾经叫他要左侧右侧，所以他家里肯定有很多人经常想跑来问或者来看这个以西结的一些动作。所以他白日在他们眼前做出这些事。 上帝第二个步骤特别吩咐他，在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背掳的人出去一样。所以他晚上就带着行李也一样出去，但是特别要指出，他晚上要挖出一个洞，要从挖墙当中找出一条出路。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多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晚上走的时候，在这个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或者说灾难来临的时候，他还要挖出一条路。那其实这里面所提出的信息，其实蛮简单的。上帝给他一个命令，那以西结书中经常就会提出他如何这个遵守神所命令的。所以在第七节，他真的是实行。 他真的像上帝所讲的命令，白日出去，晚上也带着行李出去，然后挖墙就走出一条路。那以西结很特殊的地方，我们已经从前面已经看过，就是他经常会有解释，会告诉我们它里面的意义到底是指什么。其实从第十节到十四节，他这个挖墙找出那条出路。 其实也就是预兆犹大君王和以色列家被掳的情况，他们会很痛苦的离开，很痛苦的离开。然后在这段经文当中，当再往前看的时候，这个他在他们眼前做出这种事，其实他们虽然在看到以细节有这类型的动作，但是他们可能不一定明白。 但是各位观众，其实这边所要提出就是上帝的审判即将要来临，耶路撒冷。你要记得，有一些群体跟他一起被掳到巴比伦，但是这些人呢，很关心家乡的事，很关心耶路撒冷的事，所以很盼望这个耶路撒冷会平安。但是以西结第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以难民的身份。 让他们看到即将要来临的审判。这里也特别指出，呃，天黑的时候，大家在肩上带出去，他被蒙着脸，眼看不见。我们是知道，这是指西底家，就是即将要被掳的巴比伦那位这个那位王。各位，这些都是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以西杰就先把这个。 这个信息传开了，信息传开，然后这边经文当中特别提出，神会留下一些渔民，几个人免了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可以把这些事情来向人家诉说，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在以西节，我们要记得他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先知，所以祭司他。 一定是读摩西五经，应该明白神的律法。所以当他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神的律法，这个 Torah，也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教导。所以他特别仔细要指出，有一些人一定看到，一定明白。那刀剑、饥荒、瘟疫，重复的提出。各位观众，其实审判当中。 人会认识这位伟大的主，伟大的主。从十七到二十八节，这位真先知以惧怕和惊慌来预告将来。上帝特别吩咐他要在他们面前惊惊慌慌的来喝水，而是恐惧的心态来吃饭。其实老在对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其实也提过，但是他再次从在他们眼前。 做出这个象征性的动作。那以西杰这位神所用的人，其实他在受苦当中，或者在这种困苦当中，其实让我们看到他与以色列同受苦难，了解他们的这个面对的问题。先知他的家里是经常人到的地方，可能他在吃饭。 他在坐下来，经常也会有人到他家。你稍微想象一下，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尤其他的妻子，看到他要挖墙，那肯定他是挖自己的家里的墙。那那个洞，到底对家人感受怎么样呢？但是以西杰不管，他也衷心听神的命令，神的命令。 当然，曾先知传出话语的时候，有些人肯定不会听。所以这段经文，当他提起这有关恐惧、震惊的喝水、吃饭，下面还有人会向他质疑他所做的事，或者质疑他所讲的一些话。我们知道，他前面已经讲了好多有关耶路撒冷沦陷的这些事，这些人嘲笑。 一细节，但是上帝也特别向他解释这一段，他所提出来的就是这些事情，神必会成就。我们可以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提起，可能预言失败了，他们可能说不一定会实现，不一定会实现。但是上帝肯定说，一切的意向肯定都会应验，一切的意向。 异界所讲的一些话，都会应验在他们身上。啊，有些人可能在嘲笑他，尤其在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就是他所讲的预言，是指很远很远、极远的地方、很远的的事情。但是上帝特别照顾他的仆人，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是说，我的话没有一句是单言的。” 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请特别注意这一段经文：上帝必保守他的所使用的人，就是他的先知一些节，上帝所说的话语，借着先知传出，肯定会实现。这是真真先知带来时代的信息。第二方面，我们。 若往前看，来看第十三章，如果有真先知，肯定一定会有假先知，所以真先知以西结在他们当中，你还记得在第二章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当中有一位先知，那这里第十三章的时候，神拆派以西结来。 特别来攻击、责备这些以色列的先知，就这些假先知就是乱讲话。来，这个以细节就针对这些男女先知来宣告，这些假先知带来时代的祸害，时代的祸害。 真先知带来时代的信息，假先知带来时代的祸害。为什么提起祸害呢？因为当我们仔细来分析里面所谈论的课题，你就知道里面所谈论的这个，也就是一些先知喜欢讲的一些话，或是人民喜欢听的一些话。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第十三章。 以西结讲很严厉的话语，责备这些假先知。啊、呃，审判以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而是上帝，就是那位掌管宇宙天地的主宰。以西以西杰呢，这个分别把这个真假先知形容的话，把它写下来。当我们仔细来分析里面。 针对假先知的责备的话语，到底他里面讲些什么话呢？在是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神必审判用虚假话语的限制。这里分两次的责备，一节到第七节，八节到十六节。但是其实同样就是责备这些假先知、这些难先知。 到底他们做些什么事呢？假如仔细来看的时候呢，你其实很容易明白他里面讲些什么话。他们凭着自己的心意看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他们正像荒唐中的狐狸，像狐狸一般。那先知呢，喜欢用植物、用动物来描述。那狐狸到底怎么样呢？狐狸趁火打劫。 看到别人不幸的时候，他也开始来欺压他们。那这些假先知，也就是如此。看到有一些人有这么需要，他就凭着记意这个来欺压他们，自己也得到益处。第二方面，他提出的时候，他提出这些假先知没有愿意堵住破口，堵住破口。这个他们。 也不愿意这样来做，但是郑先知像以西结，他肯定就愿意。他们心中所传说的一些信息，第六节、第七节，其实上帝并没有这样说，其实也就是他们自己说出他们心中想说出的。啊，接下来第二次攻击他们的时候，特别指出。 上帝要亲手，这个来攻击他们，我的手臂攻击那件虚假意象。上帝要责备他们，然后上帝特别指出：我不要把他列在百姓的会中，不入在以色列的车上，也不进入以色列的地。请注意这三句话，简单的三句话：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 对于一个普通的这个以色列的子民，他们很看重这个百姓的那一个会。其实我们中国人就可以明白，因为我们经常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聚会，或是我们有一些组织的社会团体，那我们很喜欢加入那个团体，我们是会中的成员，会中的成员。但是这边特别提起。 神不会让他们列在百姓的会中，就是不准他进去。第二方面，他的名字不会列在以色列的名册上面。名册上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名册，这个名册就是就是，其实要给后人来记得前人所做的事，所以写在册上，把它记录下来。 各位，今天其实你和我都在写历史，到底在神的名册上面写下你的工作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回到这些假先知，他能不会列在这个以色列家的册上，就是没有人会记得他，没有人会这个啊记得有这位人物存在。那各位观众，其实我们中国人。 经常也就是希望人家记得我们是某某人，所以经常有些人，呃，会修桥，会盖房子，而是特别捐献的当中，希望他的名字永远有人记得他。但是各位，这个册上上面的册上还更加重要。但是对于假先知，他的名字不会在以色列的名册上面，那神也不让他们回到以色列的地。 其实，当我们仔细来分析以细节的时候，虽然它里面有讲了很多的审判，但是后面提及复兴的应许的时候，特别强调有一天他们必回来，必回来。各位盼望回到这个以色列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假先知没有办法，他们虽然说平安。 就喜人家喜欢听安慰的信息，但是他们却拿不到平安，因为他们的话语不坚固。话语他这边上面是用荒唐的狐狸，那第十节到十五节将未泡透的灰沫上，或者在墙上泡上，很快的就这样油漆过去，那这种的信息。 上帝责备这些家先知，他们必灭亡，因为他们没有说实话。所以，这个他们没有办法再回到以色列的地。过去有一次有一个很大的盛会，这一次的盛会，在一个国际的一个城市里面举行。曾经有一些华人的牧师被邀请。 那时候大家坐在同一辆的这个飞机上面，那当中有一个牧者对旁边的人说：“这个今天这个飞机里面有很多的牧者，有很多的属灵领袖，那上帝定定会保守我们，然后平安到达。当然，他心中是提出他心中的祈愿，盼望他们可以平安到达。” 然后那一次呢，有一位年轻的传道，我就站起来，他听了那句话，他说：“可能这个让这个飞机，可能这个飞机可能会也会碰到难处，或是可能有问题会产生，但是上帝必掌权。各位，我们要传出上帝喜欢我们传出的信息。” 不要自己，这个只有传平安的信息，也不是上帝吩咐我们传达的信息。十七节到二十三节，上帝比审判，这是用虚假意象的女子。假如有男先知，也必有一些女先知。这些女先知在那当中呢，他们也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把信息传开，各位观众，为什么有这些女先知呢？当然，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在文化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些女先知，但是这个上帝所要责备的这些女先知，不是那些忠心的女先知，而是这些乱讲话的女先知。你要记得，这个时候他们在巴比伦没有圣殿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一直很好奇，而是盼望可以了解家乡的事、耶路撒冷的事，大家很盼望他们可以听到一些消息，可以知道上帝的话语。但是你看到这些女先知，而是你看到我们这边所形容的，他们按照记忆，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其实，假如仔细来看，好像用魔术这方式来。 寻找神的旨意，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实在没有把神的话语传开。普通以色列人，当他要寻找一些神的旨意的当中，或是问祭司，或是问先知，但是这个时候这一群人女先知呢来帮忙。各位，这种情况，上帝特别责备他们，他们是。 掠取人的性命，他们必遭审判，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话语衷心的传开。十七章里面所告诉我们这些女先知，其实特别指出他们错误的地方，他们没有把上帝的话语传开。这些假先知只为自己的利益传出。 当我们把真假先知稍微比较一下，你看到一方面，真先知如以西结，他在象征性的动作，在十二章的末了那几段经文，你会看到他被嘲笑，被人家说出大概你所讲的话不会应验，但是上帝替他做主。假先知可能很受欢迎，因为他里面讲一些平安的信息。 它里面传出一些人所喜欢听的一些话语。当然，今天传道人和神在家中的领袖，我们应该讲一些鼓励的话。但是，鼓励的话要按照圣经的真意来传出，不要随其意来传出。那这个假先知会凭着自己所喜欢讲的一些话语，他们像荒唐中的狐狸，他们。 像这个、这个很愿意掠取人性命的女先知一般，那这些都是责备的信息。各位，今天当我们活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当中，就对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是一个提醒，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不是我们要重心来传讲神的话语呢？还是我们喜欢传别人喜欢听的话语呢？ 上帝有时候要我们讲责备的信息，那我们应该讲出上帝所吩咐我们的信息。我们绝对不可以做假先知，假先知只讨人喜欢。我们要讨我们的上帝喜欢。要记得有一天我们会在审判台前，神要来问我们：到底我们是忠心、是良善的仆人吗？你愿意吗？ 你愿意跟随他吗？你愿意做一位愿意遵循神话语的这个神要用的人吗？大家求主特别保守我们，让我们愿意做神所喜悦的仆人。我们今天也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愿你们得到平安。